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烧鸭跟这个又香又辣的这个霉豆腐。这个霉豆腐是22.9块两瓶，大家可以去橱窗里拍。这一个就够你吃一大碗米饭，可下饭了。先吃红烧了一条鲫鱼，炒的土豆丝，
拜拜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这个大骨头，烧着这个大骨头。红烧这个什么骨也不知道，好吃。然后炒的这个豆皮炒这个青菜，鸡腿茄子，这个豆皮14.9给你发这么一大包，一包是5斤。吃之前的话呢，用冷水大概泡个5分钟就可以直接炒了。东北的大豆皮炒辣椒炒青菜都可好吃了，用豆制品，老人小孩要多吃点，对身体也好。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就是满足。